对不起。开除他！开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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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什么？开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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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我知道老师你现在对我已经失望了。可是我希望你还能相信我一次，我觉得我可以证明我有资格考上这个学校。我也这么认为。两周后的上乡书画展上，冯飘飘同学会当众作画，让各位作为评审，到时候他的实力到底如何，大家都会知道。画笔是用来作画的。英国学者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话 ：“Knowledge is power， 知识就是力量。”老师补充一句：“实力还是力量。”要不要开除风飘飘同学？两周后，实力见真章。刚才做的不错。两周之后，我没有信心。没有信心？虚张声势这一招用的不错呀。我虚张声什么呀？我不跟你学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说，我不就被退学了？还哭了？就哭了怎么了？你还笑，你是人吗？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好了，虚张声势这一招做得不错，拖延的时间就还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学生、老师，怎么不相信我？把个头收起来。飘飘，好巧，又遇到了。哎，刘山玄，你找什么书呢？我选修了《易经研读》，
但是中国古籍实在博大精深，光凭一本书实在难以参透。我听老师说，《子夏一传》和《经房一传》是很好的参考，但是我找遍了图书馆还没找到。哎，喏，哎，是这本，你怎么会有？我很早就买了，但是一直没看。你要用的话就给你了。哎，可以吗？嗯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都是朋友。为了准备画展，挺辛苦吧？嗯，还是得多看看画，找找感觉。啊，对了，我这个可以给你参考。哎，啊，谢谢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学习，你看画册，我看这个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这本书好有趣的样子，是吧？我还没看过呢。而您的位处，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多多展现自己优秀的一面，这样才能夺回飘飘的芳心呢。你来干嘛呀？今天帅勋不在。你找他有事儿？没什么，找你有事儿。这个不是我上次被弄脏那件衣服吗？不打算画这画，画风巧妙，笔法流畅，实在是难得啊。你炫耀啥？明天的课程改为学画。知道了，师傅。